大家好，今天是7月25号，这里是日本的丰桥，这河是丰川。这个星期我们国家河南的大水牵动了世界华人的心，我们希望洪水早日消退。大自然的灾害在欧洲，在印度各地方都发生，这个是世界人民面对的共同问题。然后前天东京奥运会终于开幕了，开幕式里面最给我印象留下深刻的就是那无人机的表演了，非常科幻。然后在这炎热的夏天，希望这江水给大家带来一丝凉爽，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，拜拜。